宣布，混合组十二人龙舟两千米蜡飞腰赛两分钟准备。两千米蜡飞腰赛两分钟准备。左先上，然后其他人都上，最后两个先上。有点紧张到腿软。七号船是奔跑吧龙舟队，上奥运上战场的感觉。准备。最后一组七号船奔跑吧龙舟队已经出发。不整齐啊！不整齐啊！教练会根据你们在训练中的表现进行量化打分，综合得分最低的球员将会成为替补队员。好吧，比较残酷的时候来了，分数比较低的祖蓝，祖蓝尝试一下打鼓。行。替补是 Angelababy， 主要是力量和体重的缘故。但你的体重跟大家相差太大，太轻了。装个千块的，给他身上装背个什么锅？千块，晚上多吃一点可以吗？那根据最后教练的决定 ，Angelababy 成为了我们这一支队伍的替补队员。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谢谢。那今天你成为了替补队员，但是还是有上场的机会的。没关系，替补队员也可以好好当个替补队员嘛，说不定到最重要的时候就可以大放异彩。你或许可以挑战自己，成为舵手。当然这个非常非常难，明天早上你可以进行训练，就是因为是替补嘛，其实要比大家训练的更多啊，所以会很辛苦。没问题。小身材大本领来 Angelababy。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，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人。今天我们主要是那个舵手。那我跟你讲，舵手是挺难的。明白。替补的人如果他能够在舵手的位置发挥重要作用的话，那就他就可以不做替补了。明白。可以尝试一下，没有什么不可能嘛。对，好，加油。加油。先把球先传上。哇塞，可以尝试舵手，梦寐以求的一个机会啊。看这把舵，这个舵的最底端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支撑的地方。也就是说你的所有的舵的力量靠这个支撑点在水里面发生作用。如果我往外推，你看我手往里面收，手往里面收，船头就往左边偏，船头往那边。对，如果我的手往外，你看这样走，船头就往那边偏。对，上面这个手的方向跟我船头的方向是相反的。你只要谨记这一点就行了。可以。那我们来试一下啊。对，调一下船头。调，往外调是吧？对，往外调的话就是。对了，你的桨在那里固定，尽量不要前后冲动。Okay。 刚才是没有速度，对不对？你方向已经会了，下面我们给你加一点点速度，让这个教练专门在前面保护你，好吧？来，哇哦，他还是蛮兴奋的，可以挑战这个位置。我昨天本来以为我就是替补队员端茶递水，替补队员。是啊，桨手发现他打不过来的时候，力量就轻一点啊，很好啊。副教练，你不要跟他讲，让他自己来反应。比赛的时候没人教他的。OK。不要打过了。方向错了。Baby 打正。船头往对着前面滑，不要转圈了。有点斜。方向 ，Baby 要撞到了，方向。Baby 打正，你在舵。
打针。